要，一人一票重要嘅。我係一個純正嘅香港人，以前唔關心政治，但我發覺咧，而家應該要企出嚟咧，開始要留意一下，我哋唔係話要少數嘅議員去好激進咁樣去代表我哋香港人，其實我哋大部分香港人都需要和平，同埋一啲大家理智嘅去討論。rather than 係一啲即係抗爭啊、拉布啊，咁其實就係浪費咗我哋納税人嘅錢。支持嘅，因為我覺得有權去選特首咧，係我哋香港人嘅其中一個進步嚟嘅。香港人咧應該要有權去決定自己嘅未來。我覺得要聽民意咯，唔係全部人都好激進，一定要到站冇就唔得咁樣咧。我覺得係未至於，始終係中國人啦。咁我哋香港係中國一部分，咁我覺得都要聽。中國他們為我們的安排，我相信即中國人都希望香港人好的，是應該要的啦，身為香港市民，是啊，我們都是暫時先待著，都不知道我是一人一票選特首。